两个闺蜜一块儿，十六代表啥呀？我一般舒心都是66，我20、999、1314，这个十六我不知道是啥意思，你能给我讲讲不，峰哥？我讲讲这个十六这个心是啥意思？连我都你都侍奉不住，还带我闺蜜呢？我闺蜜比我更生猛，你搞不了，搞不定，知道不？你一直有八个肾呐，老六呗。你个老，出锁自己的光谱一秒。哎呀，你用抖币，人家哄哄你不是多正常的啊？人家要让你的抖币花的心甘情愿嘛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那抖币给谁不是给呀？你给我，我峰哥长，峰哥短，峰哥是我心里的宝，我喊着。哎，你给别人家，别人说，嗯，谢谢你哈，是不是啊？说了，抖币一花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买得了菲菲对你的耐，知道不？你现在你要是站在路边儿，你花了这多少个斗币？60几个，不知道，69个斗币。你花了这6.9块，我斗币只剩8000了。哥哥，你看你光羡慕我，你知道你的8000刷给我，你会知道我会起什么高反作用吗？你想知道吗？斗币只剩8000了，我斗币一毛都没有。你在路边你花69个斗币，你跟人家说话人家都不理你啊，你这一毛你得咋啊？69是多少钱啊？6.9吗？是6.9吗？我不懂啊。连杯星巴克都买不来，一杯星巴克还得30多呢，再咋着不得加一个下午茶，不然美女能跟你聊2小时，是不是峰哥？你看现在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只需掏，咱们别说抖币，别说啥了，咱们就掏8000元。哎呀，你是襄阳的呀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襄阳人好能啊，你们襄阳人就缺我们河南人，你们太能了。我不花抖币，别人排队给你说话，哇哦，那是我肤浅了，哥哥。一见面，主要是什么呢？我做直播时间不长，现在眼里就抖币，没有别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，那感情建立在利益之上，利益肯定比感情，先有利益后有感情呢。光瞎扯感情，我不信。襄阳南阳是一家。啊！你们襄阳人比我们南阳人可没有这样子说呀！你们襄阳人太能了，你知道不？走了搬板凳到十字路口看美女去，顺便放个碗儿，要点再来。你走吧，你好走不送，你以后都别来了。你那辛苦的要啊，让美女看得起你，给你俩子儿。就你长那个够不吃南瓜那个鳖样，啥给你吗？啊，看得上你吗？襄阳离我们家很近，我是新野的，新野在南阳跟襄阳的正中间，新野在南阳跟襄阳的正中间。长得漂亮真是通行证？也不是，也不是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得漂亮你没脑子没口才也不中，知道不？这个社会我跟你说，长得漂亮是通行证，又不是躺那儿干啥呢？新野什么地方的？新野知道我是新野都行了，新野县城的，县城的。长得漂亮是个男的都想跟你聊天，可是你是个男的，我不太想跟你聊天，因为你情商太低了，你情商太低了。长得太带劲了，哇，是帅哥，嗯，
人家帅哥都不称自己是帅哥呢，你有点拉垮，有点拉垮了哦。想逗逗我，逗我没有事儿。这下来我没有办法回你，不是说我多傲娇，我不傲娇，只是不想回而已，能理解吗？你看你的我都想给他拉黑，这种人渣到哪儿直播间都恶心人。我们没有被分开。那一个女的直播又没有干什么，说话也在底线之上啊。可是你们说的话，那咋呀？那脑子里就顶个夜壶出门的吗？光想着下半身行动啊，你得要籽儿，知道不？你要籽儿没籽儿，要个没个，要样没样。他妈的，人丑家穷，1.49米那个鳖样，搁哪和人家谁喜欢你呀？自个儿跟自个儿看跟那人一样，你配吗？老子长得漂亮是老子的本事，你长得丑那是你家，我跟你说基因太差，自己回家反省反省，是不是你们的祖坟，我跟你说让别人半夜刮了。让峰哥见笑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真的是差强人意，老天爷给他个嘴，他竟然，我跟你说满嘴喷粪，没办法，我没有说我好看，我没有说我好看，我在我自己直播间是不是我说我好看了？我都说了底线之上，随意聊随意聊，我干什么了？我啥都没有干，坐在这儿说了不想拉黑人，你进我黑名单你都不配，我的黑名单几乎都是30-40级的，你进去你都不配，你知道不？拉低我黑名单的档次呀。别骂了，你都在这看他们说我，你还说我骂啊？你每天过来看我藏，你都没有说给我管管这个秩序干啥的，你都没有说给我管管秩序啥的，你这个脸个别骂了。我啥时候骂了？美女会骂人吗？美女不骂人。无视就是最大的侮辱啊！我知道呀，那现在开始我不是无视他了吗？关键是无视他之前，我也让他心里咯吱一下。跟你讲，我这个人不太好啊，而是说别人跟他逼的不正常。分逼不刷就是陪伴，哥，你别浪费你手机，别浪费你能量了，中不中？你别浪费你发动机了，你走吧，行不行？分逼不刷就是陪伴，你又是哪个人的小号呀？我烦得很，我真的是我一天看你无数次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那种越看越想我，越看越想得到我？所以现在给你个机会，8000斗币一刷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不用你请我，哥哥，斗币都刷了，我还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我是那种不会事的人吗？我们河南人主打一个礼尚往来。得不到，那是因为你没刷够，刷够自然都得到了。我说话难听你理解，知道不？但是这个社会就真现实，利益在前的时候那感情永远都是真的，利益在后的时候谈感情那都是假的，都是扯淡。得不到就毁掉，毁不掉我这个直播，能干我都干，干不了我都不干。我这个人很看得开呀，我跟你说，是我的我要，不是我的给我，我未必会要。我这个人不强求，
迎难而上，那不是我性格，你知道吗，哥？我这个人主打一个就是，顺坡下驴，顺势而为，迎难而上真不是我性格，但凡难一点的，俺都不干。不愁男人，我都说了，我的目标就是挣他一个亿这辈子。那十个男人跟一个亿来相比，那十个男人太好得到了，但是一个亿很难，所以我要挑战不可能挣他一个亿。太喜欢你了，我这个性格不是说你喜欢。